这一盆这么美丽的种子盆栽，它是葡萄的种子培养出来的。这就是葡萄的种子。林慧兰老师累积近40年种子盆栽培养技术，亲自录制40则种子培育示范影片集结出版，并翻译成15国语文全球同步推行。林慧兰种子盆栽艺术全球第一。林慧兰种子盆栽艺术，期待您的支持，欢迎典藏。